你。
今天很特别哦，没有唱过风街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算是我们第一次唱那个风街的那个演出，特别是在车水马龙的地方唱，撞到人要说对不起，蛮有 feel 的哈，很有 feel。哎，我们刚刚那么大声 ，OK 哈？可以。因为有时候你知道，就是告五人嘛，我们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乐团，我们撞到人都会说对不起。所以如果就是希望呢，我们都可以来这边看演出的朋友们都不要觉得音量太大声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会致上120,000的歉意。然后今天真的很多歌迷，我们的花光来到这里。我现在啊，就是最近都在开演唱会，对。然后唱2个小时的演出的时候，就身体会很累。但现在好像只有唱几首歌，好像一点都不会累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好像4首歌很快就结束了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要多唱一点。那我们还可以再唱。好像可以。对。但是我们要先把那个歌单写的全部先唱完。好，再10首。那在我们演唱会怎么办？哎，我们办演唱会，你们会来吗？真的，你知道现在那个天台很亮，我都可以看清水门长什么样子，我会记得啊。最喜欢这种距离跟他们对话。对，最喜欢这种距离。那我们先那个介绍一下我们台上的伙伴。对，今天第一次看到告五人的举手。太好了，大家都很不熟，太好了。那我们重新，今天又可以自我介绍一下。对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告五人，我们只有3个人。站在旁边两侧的是我们乐手老师，也是我们要好的朋友，贝斯手展哥，吉他手小欧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告五人团长鼓手。大家晚安，我是哲谦，你们好吗？很开心可以来嘲放夏日趴演出给大家听。那个直到早上彩排的时候就有人来，就我们的歌迷来，然后很谢谢你们，一定要多喝水，注意防晒，好不好？那个你们平安健康最重要，我们演出吼就是早上准备，傍晚就是让大家开心，然后可以让大家去找各自的夜生活啊，你们最要紧。那我们希望你们今天能够好好享受今晚的演出。对，那我已经很开心了，看到我这个汗都已经油亮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介绍告五人主唱兼吉他手羽毛。我今天来的时候啊，我刚刚啊来的时候妆发完的时候，因为冷气很干嘛，我刚在后台流鼻血，我吓一跳。然后我想说，我等一下是会见红就上来呢，还是会及时的止住？还好来见你的时候是用最完美的样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然后如果等一下唱一唱突然怎么样了以后呢，请不要发到网络上，谢谢。请维持我个人良好的形象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高五人最美的女主唱芊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芊芊。今天真的很开心又回到台北唱歌给你们听。然后我们等一下的下一首歌，我觉得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唱。他们现在一副就是，你们等一下，反正就是要唱披星戴月的想你啊，不然呢？我不要，我们现在就加一首《爱在夏天》。对，我刚那个其实只是想说，我们那个话讲少一点，可以唱多一点歌。接下来带这首歌《爱在夏天》。
撑着一把伞，就站在我梦旁。我的头发有月光的柔长，却全不及一朵云的形状。它两眼发着光，眼神是迷茫，却留给我想象。怎样的美梦你才不会醒来？如今的夏天花都开好了，我们的爱在萤火虫的夏天，时间就像那盛开的树叶，只是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，于是那样悄悄地唤醒了黑夜。Ooh.
轻声轻轻地抛落，提着石头默默地走，公车匆匆擦身而过，突如其来的念头幻想化成内心的迷惘，明亮的烟漆黑的雨中，通通来自夜空。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愿望越活越来越唏嘘，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。我会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远方越活越来越唏嘘，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。你们比我还熟，比我们还熟悉。等一下，最后一句，可以一起唱吗？